美国当地时间1月7日，第75届金球奖颁奖典礼在洛杉矶比利福希尔顿酒店举行。逃出绝命镇，女主角艾莉森·威廉姆斯身穿橘色几何拼接抹胸亮片雕花收腰修身珠串流苏拖地礼服裙亮相简约之幸。金球纪录保持者梅丽尔·斯普里特亮相红毯，灿笑看起来心情不错哦。老牌女神凯瑟琳·泽塔·琼斯透视低胸装霸气亮相。尼可·基德曼、丹尼尔·戴·刘易斯、詹姆斯·弗兰科、希尔莎·罗南、蒂莫西·柴勒梅德等好莱坞众星纷纷走上红毯。